我想问下，你喺天台住咗几多年咧？佢哋讲十年啦，十几年啦。早时住咗十几年噶啦。一九年。2009年九月一号，之前都喺嗰度住啦。哦，咁以前系几钱租嘅咧？初初嚟住嗰阵，以前都系1800蚊，最低最早个1200蚊啊嘛。即系最早1200蚊。系啊，最少，但以后咧加咗呢度重建啦，重建之后咧加咗2800咯。2800，即系由1200加到1800。系啦，加跟住一公布重建就1000蚊啦，一个月加1000蚊。哇，差唔多超過60%係啊，加1000蚊60噶咯喎。但舊今年4月份又減咗。今年4月份就又減咗啦。減咗少少。啊，減咗少。所以嗰陣時即係一家加1000蚊好貴，你係咁同佢講咗好多次，就話唔得，太貴喎。太貴你冇人低價，佢連走你要走啦，自己咪搬走咯。明白。搬走你咩都冇啊？你又犀利喎！後屘即係因為佢都加咗1000蚊啊嘛，咁後屘你點樣爭取到後屘佢又減翻少少？但係因為咧，我同佢傾下嘛，佢如果你跟養嘅話，你住住跟咗以後，佢講我平養嘛，都係平養，你跟養加咗用咩咧？有咩意思咧？但係我個有啊，近翻以後，我以後啲咩冇，咁就冇。我陪同一冇，你以後咩都冇。但以後近咗俾我，如果我走咗，你又冇咩就冇啊。哦，即係你都知道關於即係其實你搬走咗咧，佢都唔會有啲咩著數啦。咁你直接話俾佢知。有冇陪同？有冇俾你啲咩嘢冇啊？有冇俾你一毫子都冇啊？根據依家嘅重建天台業主賠償政策，如果個天台喺填土廳冇記錄，就會被當作係違例建築。咁如果係住喺嗰度嘅業主或者租客，都會有安置或者補償。但係如果只係出租嘅天台業主，就好似鮑生所講，好大機會冇安置補償啦。即係鮑生所講嘅一毫子都冇。咁如果鮑生繼續租嘅，咁佢嗰個出租天台業主就起碼都仲有得繼續收租咁咯。咁你係減咗幾多話？依家你係減？我而家減咗1000蚊咯。減1000蚊，即係都係加翻1800而家。係啊，係咯，1800咯。咁你之前交2800交咗幾耐？係啊，交咗兩年咯。交兩年。交咗兩年，解都減咗啦。嗯，好犀利！我覺得你依個係我哋之後要教其他街坊點樣去爭取。你識得去爭取。係啊，係啊。開工夠唔夠啊？係咪日日都開工啊？冇，而家有時間有開工，有時間冇。哦，即係散工啦嚇。正常一般有今年就少，以前有開工。一個月都係20幾工嘛，25、24、23。你做盛行啊？係啊，我做地盤啊嘛。地盤。我做大地盤。